有什么事，你不妨直接说吧。那好，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请你告诉我，你很爱徐宁吗？是，我非常爱徐宁。知道吗？我从小跟徐宁一块在石库门长大。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我就把他当成我心中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爱我的父亲，只有一个男人是例外，那就是徐宁。十多年来，只要跟徐哥在一起，我就快乐安稳，就像找到一个港湾，靠着一棵大树。从我懂得爱情的那一天起，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要嫁给徐宁。甚至在我父亲临终的时候，他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和徐宁能够在一起。可是自从你的出现，使我有些紧张和迷乱了。现在我已经相当明了，在你我之间，徐哥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我。在他心里，我永远是个小妹妹，一个长不大的小丫头。飞燕，我知道你非常的爱徐宁，甚至一句超越了我。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说，徐宁对你那种感觉，更多的可能是亲情，而不是爱情。其实很多次，我想要对你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可你知道我的感受吗？当我看到徐哥和你的关系越来越近，我甚至到了绝望的边缘。如果没有徐哥，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爱情这个东西，并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一厢情愿。如果真心爱一个人，应该是不求对方会对自己怎么样，应该是会想到看到对方活得很开心、很快乐，甚至是很幸福。你说的这些很有道理，但是我想问你一句，你做得到吗？如果我爱的那个男人，他爱的不是我，爱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我想我会成全他。因为如果你真心的爱一个人，你会希望看到他很快乐、很开心，甚至是活得很幸福。你绝对不会希望看到他痛苦、不快乐。所以我想我会选择离开。爸爸，
可能张小康说的对，我知道再这样下去，徐宁心里也不会好过的。如果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徐主席早。小郭，你知道林小姐去哪了吗？林小姐已经辞职了。不是，她向谁辞的职？我也不清楚，不过大家都以为徐主席早就知道这件事儿呢。小总，什么事做这么急？飞燕不见了。什么？徐云打电话来说，飞燕辞职以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两位是来找林小姐的吗？对啊，她大清早领着行李就走了。她有没有告诉你她去哪了？这个问题我不清楚。遍了曾经和飞燕一起去玩过的上海各大场所，还有他最爱逛的时装屋，还有他最爱去的咖啡店，什么都没有。飞燕平常来往密切的朋友，我也都打过电话了，可就是没有他的消息。飞燕和林叔在外地的亲属，我也都联系过了，可是他们都不知道飞燕的行踪。你们说，他到底会去哪儿呢？我想飞燕会决定离开。想通了些什么事情？许宁，你一直把飞燕当小女孩看待，但是你却忘了，她早就过了小女孩的年纪。一个成年人，总有权利决定将来的路要怎么走吧。所以我觉得，
他离开一定有他的理由。想不到蒋仁贤吸毒这件事儿，非但没有把徐宁搞垮，反而让他在新上海集团地位越来越稳固了，这有点邪门了。哼，嘉德这次想利用蒋彦贤去害徐凌，结果连我都连累了，我给他害惨了。老板，这到底怎么回事？前一阵子呢，静云对我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可是这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就是不肯接我的电话。我想他大概是认为这件事情是我主张的。那您完全可以通过甄教授让他找静云，就说这些事情都是李嘉德一个人办的，不就完了吗？哎，这样做不是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吗？静云到时候会更加误会我，再加上如果那个肖老头在他面前火上加油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要打垮肖老头是必然的事，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面对新的问题，详细的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好，赵部长，你别请啊，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我们这种民营性质的企业来说，更加感觉到经济国际化的步伐越来越急速，许多新的问题一下子非常现实地摆到我们的面前，迫使我们不能不去好好学习 WTO 的有关知识。下面我为各位领导做个汇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肖总，徐总呢？今天市政府赵副市长已经来做调研，他正在会议室里汇报工作呢。啊，对了，你们新上海公司可真有面子，中国刚进入 WTO， 市长大人就来看你们了。嗨，这些天公司里中层以上的干部个个都在学习那些什么副官啊、入市啊一类的新名词、新知识，天天都像上考场似的。谁要是不参加学习，徐董可就安排谁去离岗培训了。要是知道他这么忙的话，我就不打扰他了。徐主席上午还说你或许会来我们公司，我这就去看看，汇报可能该结束了。不用了，那我先走了。那好吧，肖董再见。
哥，你在干什么？忙着搞圈地运动啊？哎呀，我真后悔啊，得早点听听你们的话。你看，东部制造业啊，被人抢了一大半了。哎，姑妈你来了。弟弟啊，听说你最近很忙哎，是忙着谈恋爱吧？姑妈开什么玩笑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工业园来了一批批访问考察的客户，所以我跟小康呢忙都忙不过来。哦，那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了。中国啊，在加入 WTO 后，真的无疑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好的机遇。嗯，我投资大陆的决心啊，是绝对不会动摇的。静云啊，你看，这都是你爸将来准备投资的方向了。大西北？哎，老爸，你这红旗都插大西北去了。我看你又在酝酿什么大动作喽？你觉得怎么样？好了好了，你们父女俩一谈起工作就没完没了了，饭菜都凉了。好，先吃饭，后谈事啊。来来来。静云啊，嗯，今天静云来过了。知道了。进来。徐总。嗯，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裹。放到吧。何燕寄来的。嗯，怎么没寄货地址啊？哟，嗯，你说他给你寄东西，怎么连个画都没有啊？啥意思呢？哦，我明白。他这是骂你没心没肺，跟你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估计就这意思。哎，对了，还有啊。哎呀，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这不是帮你分析分析吗？拜托，哎，该干嘛去干嘛去啊！啊，你慢慢看啊，我走了。WTO 之后啊，作为做生意的人特别兴奋。我看我们通宝集团呢，应该收购多几家同类型的制造公司，来扩大我们生产的规模。我想眼下正是一展宏图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加入大陆投资的行列，这是我最近考虑最多的问题。说到通贸如何扩大投资规模的事，爸，许您给我一个 email。建议很好啊，根据中国证券市场规范，上海这家厂呢开创了3年多，业绩啊一直都很好，完全可以在国内申请上市。如果经过这个途径，我们就可以筹集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嗯，徐宁看问题视野很开阔，而且提的思路切实可行。哎，那上市的事情也跟徐宁啊抓紧一点谋划一下。马上告诉他爸爸的意见。嗯，好，爸，早点休息了啊。我觉得这个泥人由你来保存，或许会更合适。徐宁，我明白你的意思。飞燕离开以后才领悟到。即使我们三个人陷入一个怪圈，他的感情出现了错位，你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我把他当做自己心中的恋人，可是他看中的却偏偏是你，而不是我。
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不过小刚，阿燕真的是一个值得你用真情去追求去爱的女人，真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飞燕的安全，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太让人不放心了。但愿他能平安无事吧。是啊，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真不愧为大上海啊，小城花园卖得火，我们的富贵园呢也不逊色。我看呢、上海人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对了，老板，刚才我听销售部的经理说啊，他们有信心在一个月之内啊，把所有的积压房全部卖光。我看这个架势啊，真行。白叔真是料事如神，早知道销售这么好，我们应该跟政府多要几块地。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嘉德，我告诉你，做房地产生意啊，有时候比做银行更划算。我看还不到两年，上海滩准八成的房地产是白叔的天下。进来。徐董，您要的国务院关于国内上市公司制度改革的有关文件我已经替您整理好了。好，放了吧。还有什么吩咐吗？哦，对了，你通知一下人力资源部，把集团中层干部的述职报告拿来，我要过目一下。好的。徐林，我知道你很忙，想打电话给你，就让你分析吧。怎么会？我一直想把集团的事儿跟您多沟通一下。听说啊，入市之后，你把公司进行一个新的包装，效果不错啊。我觉得随着入市，新上海集团的发展道路呢，应该做一下调整。最重要的是树立自己的品牌，这对我们将来打造地产旗舰是个至关重要的平台。啊，请。谢谢。其实啊，我已经看了你的材料了，你希望我们的制造厂申请上市，你这个建议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了，小董，我这儿还有一些材料啊，您看看，不知道是否符合您进云的要求啊。对通宝集团来说啊，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白叔，真没想到富贵园的楼盘卖得这么好，真该让静云和徐宁也来看看。啊，当初我们在苏州河边，要不是心慈手软，下了狠心，把包括长和公司在内的那几块地并买下来，绝不退让。今天啊，我们也可以多赚了几个亿了。老板，这还不是因为碍于静云的关系吗？我是把孩子舍出去了，可是狼还没套住，他每次见到我还是不冷不热的，连声爸爸都不肯叫。这年头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吃了会后悔的药，我想我们三人也要了。啊，明天了啊，售楼部有没有留一套最好的？啊，我已经那个，请放心，我已经为您准备了一个最棒最好的。
坐。好。亚达，我在想啊，今后我们大洋集团除了继续开发住宅楼房之外，还要适当的关注一下商用楼跟办公室，还有服务性酒店。可是这些投资资金比较高，回收期比较长。哎，高投入才有高回报嘛，你只要把我这几个计划之间的比例调整好就好。行，那我把白叔的意见写成一个企划书，然后再给你过目。我们大洋集团现在的土地库存大概有40万平方米，全部都是大上海最好的地段。哎，如果我们不想发财呀，很难。说的也是，中国申奥成功，又加入了 WTO， 上海市也推出了对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等利好因素，到时候一定可以吸引一大批的购买者。哎，我看啊，用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三年时间，咱们大洋集团一定成为上海滩房地产界的龙头老大。白叔一心想要在房地产称雄，哪用得着上你？嘉德，刚才我在售楼处看了一看，我发觉现在的上海人呢，他们买房子的要求高了，对我们的别墅啊，告诉那做设计的，以后设计别墅一定要去学学那徐林，学学人家讲究时尚啊，赚钱吧，学学你的同学。不会的，谢白叔。你早点回来啊，我更开心了。徐林来过，把资料送来了。哎，你看，我让你换点衣服啊。徐宁吗？我是静云。静云，哎，你已经回到你父亲家了，太好了。哦，对了，我把那份材料放在肖董那儿了。有啊，我刚刚才看完你送来那份上市的建议书。哎，有什么不妥的，请尽管指出来啊。徐宁，我跟我爸爸真的是非常谢谢你。我说静云，别人跟我客气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跟我来这套啊？啊，对了，我刚才约了一个证券公司工作的专家，他也许能帮助你们制造厂实现大陆的上市，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要不你们双方约个时间见见面，详细的谈一谈好吗？好啊，好，这事就麻烦你了。好吧，那我们再通电话。嗯，拜拜。小姐，快喝杯热茶吧。谢谢张妈，今天留在这儿吃饭吧。好啊，反正好久没有尝到张妈做的菜了。这孩子，哎，怎么最近瘦了？是不是工作太忙？他哪是工作忙瘦的，他谈恋爱了。哎呦，爸，你少取笑我了。来，陪爸爸出去走走。啊、好。静云啊，如果我们在大陆把制造业发展起来，除了取得上市这条路之外，你有什么想法？我最近派人去了解过华中路美丽西湖一些省份，当地有一些70、80年代上马制造行业的国有单位，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日子都不好过。如果我们有精力去收购这样的企业进行重组，我觉得那是一条可以在大陆全面发展的最快捷径。但是要收购这些亏
亏损的或者破了产的企业，需要一大笔的资金。所以啊，您顺这位总裁大人鼎力支持啊。如果我们上海通贸能够顺利上市成功的话，我就想这叫做相辅相成。嘿，你看你呀，还说我在大陆上到处插旗围地，我看你的胃口啊比老爸还大。这叫机不可失。这样吧，在这次董事会上，我们将会研究资金使用的问题，然后全面协助我们通贸制造在内地上市。那好，我就准备去国内几个神山跑跑，看看哪些企业可以收购。小军，嘉德，来，坐。看你在这种地方也能打瞌睡，真可以。昨天晚上几个朋友打麻将，从半夜打到中午，头昏脑胀。一整天都想当老板，现在当上了，就这么德行。我不是不知道，真正的老板是阿妹。要当老板，我早回家睡觉。哎呦。宝俊，你们俩嘀咕什么呢？说坏话。没说你坏话，坐吧。嘉德来了。行。来，嘉德，好久没有来了。好，来喝一杯，喝一杯。阿妹，别说我小瞧你啊，你明明就是萧老爷子的女儿，怎么会落得变成酒吧老板娘的这种下场？跟石志波卖兰州包子的谢念良有什么区别？哎，嘉德，你什么意思嘛？喝酒都堵不住那张嘴啊！你跑这来不是存心恶心我们两口子吗？不是啦，我意思说啊，你们俩开的酒吧昼伏夜出，那最近也很少回萧家了吗？那你知道萧金云最近闹腾的多大吗？前一段时间还说跟徐宁去欧洲了。说是考察，其实里面什么鬼名堂是不是？这事儿我知道，现在阿云把徐宁缠得死死的，我们通贸集团呢想在上海啊成立上市公司。台企在大陆成立上市公司？ Yes。 那么容易？容易的事也用不着阿云和徐宁联手啊。看来我还是不要打扰你们生意了啊！谢谢你姐啊。嘉德，茶来啊。马叔，这么来找我有事吗？萧远山的通贸制造准备在大陆成为上市。另外徐宁跟萧金云也忙了，也忙着收购其他国内企业。这个消息正确吗？是萧金梅说的，应该没错。其实消息正不正确还是其次，这次啊反而给我提了个醒，我们大洋集团如果在上海想做得更大，申请上市公司是唯一的途径。中国政府加入了 WTO， 跟着下来政府就会放宽条件，对发展经济是会开绿灯，这样子是有利于我们的，你说是不是？以我们大洋集团每一年有几十个亿的营业收入，要办这个事绝对不是问题。现在我们不要管萧远山是不是准备上市，你明天就去证券管理部门了解一下上市的步骤，需要什么材料的你就安排一下，要抓紧时间了。我一定会尽力争取把大洋集团成为上市公司。好，我先走。
这石库门一带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老住户都快认不出来了。哼，你看，还是我陪你故地重游，现场怀旧吧。小刚，今天啊，不是你陪我，而是我陪你。什么意思？你知道飞燕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啊。自己拆开来看吧。小康，你好。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被剑桥大学管理学院录取了。我的不辞而别，回头想来的确有些幼稚，但是一个女孩子冲动的时候是不会想那么多的。我离开你们的理由很简单，徐宁和你都是留美回来的博士，还有肖静云、李嘉德，我和你们比起来，知识和见地都差了一大截。我得想办法弥补这个差距，这样的解释可以吗？小康，别再念了，留着回去慢慢看吧。我说真的，我对阿燕做出这一选择，真的替她感到高兴。嗯，她这么做真挺好的，就是太突然了。但愿她不是有意逃离，更不是逃离我张小刚。啊，你看啊，这一带就是我跟阿燕老房子的所在地。经过拆迁以后，就留下一些记忆。恐怕过若干年以后，就连这些记忆都快要消失了。哎，我听说飞燕的父亲把你收留了，又把你抚养成人，真的是这样的事情吗？林叔待我恩重如山，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哎呀，只是这些年来，我对阿云实在是照顾不周。惭愧。哎，不不，徐宁，那你用不着自责。我和静云都是旁观者清，你对飞燕也就够好的了。就算是他亲哥哥，也未必能对他怎么好。好，小刚，说得好，旁观者清。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正是想跟你说这些。是，虽然你在阿燕的心目当中呢，分量跟我这个当兄长的是不一样，可是你们才认识几年。所以你的含金量要大大的高于我。哎呀，说实话，这时候我得承认，爱情的力量真是大。小刚，你觉得？我得去找他。走。嗯。来，老板，请。的确不错，跟我想象中差不多。白叔，这房是云天的。哎，等一下，你看一下，这里的家具应该怎么配？一个原则，不能省钱，就算一个灯泡也是全上海最好。我明白，老板。嘉德，以你的眼光，你看一下。当然不错了，可是这个房是……这套房子啊，我准备送人的。送人。送给谁？你两个猜猜看吧，全上海滩呢，有谁能够让我这么上心的要送一套房子给他？我明白了，白叔老是不能单身度日。你瞎猜什么？哎，我想啊，老板当初让我装修的这么时尚，肯定是对女儿的一片挚爱。这套房子啊，少不了是给静云小姐准备的，是不是老板？明天猜对了。上去看。喂，哪位？喂，徐宁啊，我静云。你好，静云。哎，有事吗？我是要跟你说，我已经将上市申请书送到证监会了。很好。啊，对了，静云，我可是对你们通贸集团能够成为大陆第一家上市的台资公司始终抱有很大的期望。
直觉告诉我，这次努力的成功率啊，应该在60%以上。所以啊，你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应该抓紧为下一步公司上市做周密而认真的准备。很好，你的想法很有前瞻性。我说你啊，哎，都是很少这么平的夸奖一个人。快打住吧啊！要不然我就要怀疑你这夸奖的诚意了。你这个人啊，不爱戴高帽子，这点我挺欣赏的。你看看，又来了不是？啊，对了，星月，我明天有空陪你去证管办咨询。你明天有时间吗？那时间你帮我定就行了，你再告诉我。那好吧，明天上午9点，好吗？好，那明天见了，拜。再见。赵永山投资大陆颇有意见，而且对通茂集团进行调查。这时候呢，我们就配合一下，诱导消市的股票下跌。他们真的追过来了，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台湾股票大跌的时候呢？所谓啊，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想借机会打击我们在台湾的上市公司。会是谁呢？